嘉宾出现了 ，Hello， 好了，跟他们走，跟他们走，娜娜来了，她去丽兰，丽兰，我俩，出发。明天就让给他们了，好不好？我就不抢什么风头了，富国岛就是属于他们的。大家好，我是越南强尼，我们在富国岛。那你是谁？嗨，大家好，我是越南米林。那你是谁？大家好，我是龙波。因为他们很感谢我带他们去台湾玩，然后呢，也谢谢各位粉丝分享很多台湾的地点，所以呢，这次换他们想要带我们玩呢，刚好啦，我从来没有来过富国岛，于是呢，今天就交给他们带我喽。好、可以吗？可以。可以的，就叫你引啊，嘟嘟的带来，人来嘟嘟写。有一条裤就跟你啊，等一下哦，还有一个人哦，娜娜嘞，娜娜豆豆，等一下对联，等你忙你làm，对对对，三十秒摆对联，所以等一下呢，他才会加入我们哦。那其实呢，我本身也非常的陌生或期待哦，所以呢，你们跟着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Let's go。那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哦，其实今天是 Lin 的生日，所以呢，我们找明木说要过来这里玩，那他也很棒哦，就是。愿意这样子带我玩，只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来过，所以呢，我的那个饭店还有一些活动啊，全部都在网络平台上解决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方便。那当然啦，Lin完全不知道这整趟呢，就是之后我不会跟他收钱，因为他生日嘛，所以呢，我决定付钱没有问题。他还会准备生日礼物给他，我已经提前先买好了，所以呢，希望这一趟呢，他的生日之旅他能够惊喜而且开心哦。我真的很喜欢给人家惊喜。那我已经订好机场接送服务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赶快去找我们的司机吧 ，Let's go， 大家跟着我去看。因为我有 book the pickup car， Let's go to find it。好，我们去找他。机场接送，我们是用 camera man 的名字去订的。哇，富国岛的天气啊！ Yeah. 哪里？哦 ，Win Tan Ding，Hello Hello，We book the car， 七人座大车车，这个是我们机场接送车服务啦，大家很棒，还帮忙。嗯，来南摩，南摩，办有 Win 啊，有 Win OK 啦，大家拜拜，我们出发了。哇咧！特牛！咧！从机场过来呢也很近哎，大概20分钟左右。哦，这是我精心准备的哦。大家看一下，5颗星啊，5颗星。那我们进来看一下，哇，这是你看有高级的感觉，这是他们的 check-in lobby。Lin， 这里可以吗？哇了，喜欢哈、哦？哇喜欢，哇喜欢。那我们来 check-in， 迎宾饮料 ，Thank you，Cheers。祝我们这趟旅程呢，就是开开心心还 ，Happy Home。了哇仔啊拎走走走，他刚刚说那个 ice cream 啊 for free，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afternoon tea time for free。哎，住这里不错，会胖哦，难怪这个时间点一大堆人在下面。
好了，那进房间了，我们现在来简单 room tour 一下，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睡觉的区域啦。然后在窗边有沙发，真的是不错，你要这样子拍照也可以哦。大家看，你看这个设施，等一下我们就到海边那边去玩，然后还有游泳池哦。那带大家看一下厕所、浴缸。等一下有人敲门。Room service， 啊，这不就是 Lynn 的声音吗？你好。What？ 这是你今天 prepare 的、哦。Prepare for you。哦，那跟我一起 room tour 吧。哥哥。哦，那我们 room tour， team room tour。哥哥来的。来的。孩子，你下去 beach where 来的少。No， 还有哦，女生真的很厉害，可以一直换。我还在那个 room tour toilet， 你跟我一起淋，哈哈。Why toilet？ I don't know， room somewhere 啊。浴缸，然后呢，那里可以打开，这应该是这样拉的吧？哇，简单的干湿分离，它的吧台东西也蛮多了，还有胶囊咖啡，哇。今天风算大啦，哇塞，很美耶，喜欢吗？人你喜欢我就开心了啊。他其实听不懂哦，等一下呢我会给他一个惊喜，我不能说英文，就是希望他等一下会吓一跳。就简单开箱给大家，那我们要进行下一个活动啦。莉莉去玩去玩，走，我们现在准备去泳池啦。光是在饭店里面玩就够了吧，不用出去啦。那我们第一天的计划也是这样啦，不然呢真的是蛮累的，不过可以好好放松了。哇了，我们的女嘉宾出现了 ，Hello， 好了，跟他们走，娜娜来了，她去丽兰，我俩，叔叔。水玩完了，他现在在擦干身体，好玩吗？So good 哈！来啦！大家看一下莫凡比他们的沙滩，你看这一区就是我们的，没有人打扰，很漂亮。哇啊，美女们在这里。哇咧！那来海边走走啦，走。厉害 ！Are you okay? I'm so okay. 懒空 ？No 懒哦。Good man. Good man. 哇，福国 so beautiful 呢。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Vietnam, say Vietnam 靓 right? Okay, say Vietnam, Vietnam 靓空。靓哇！say Vietnam 靓空。问他们啊，问 fans 啊。对啊，谢谢你带我玩啦。今天就让给他们了，好不好？我就不抢什么风头了，富国岛就是属于他们的。那这边呢？真的不错，就是整天在这里都很可以杀时间啊。那晚餐呢？我们也是在这里，所以呢，对不空。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享用它里面餐厅的一些晚餐哦。两根，太饿了。大家看，那这是他们饭店的餐厅，我们今天就要在这里用餐。哇，你看，
蛮美的吧。那等一下就是带拎去吃晚餐，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准备那个惊喜给他，就是包含其实我有准备小礼物，然后呢还有饭店给的蛋糕。哎，因为有人生日啊，所以我们提前跟饭店讲，饭店是可以给这个惊喜的。哎，很赞呢，太好了。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吃吧。 Hello girls， 安儿来了空瓦了啊，So good 啊 ，Zoom 一下，哇 ，So hungry 哈、哦，今天呢就是我们到了之后就开始玩疯了，哎，好，那我们吃饭，吃饭，吃饭。准备的礼物，哎，莫凡比饭店给的蛋糕，哎，哎，不好意思哦，惊喜加惊喜，哦 ，sorry， 那那 birthday， 还 forget you， 哦，那那路，哇的，哇 ，yours， 你啦，他生日，然后那时候没有给他礼物，所以现在给他。我们都是双子座，哎，林，你的啊，他空来 early 啊 ，so I treat you in all your all， 好好好 ，sorry 没有 gift，sorry 没有 gift， 来站站哪个 ？sorry， 要要安好được không？ 哦哦，有，有吗？cái bánh xích quà cái bánh xích quà một hai ba cảm ơn sinh nhật 快乐 谢谢 rồi thôi ăn thôi ăn thôi mọi người ăn ăn đi rồi mọi người lấy đồ ăn ăn đi Ủa đang quay thăm lá mà Johnny đi đâu trời? More surprise. Wow.你看你，你看你，有哇！因为他看了很多，问他很多，然后呢，这个是他喜欢的，我们有跟他要照片，然后他喜欢的。其实呢，就是谢谢他之后要带我们在富国再玩两三天啦，然后呢，就是生日快乐，我们认识那么久了都没有买，还有娜娜也有啊，娜娜的啊。谢谢谢谢，是今天我们第一天来那个富国岛，然后呢，我们也是觉得就是很好玩，然后他想了哈，玩了哈，那其实呢，第一天就是也不用太多行程，因为我觉得光饭店就玩得很开心。这饭店呢，我也是很推荐啦，那到时候呢，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就去点来买啦。那富国岛的行程呢，我们还有两三天哦，那就麻烦Link再带我们玩哦。OK 吗 ？OK， 玩 OK。OK， 有礼物开心了。玩的，那我们之后呢，还有两三天在富国岛行程，就麻烦他们带我这个台湾人还有观众们玩哦。那我们就在这个完美的饭店把今天做 ending 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大家拜拜。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Happy birthday！